101集。这时，人海中突然响起一阵惊叫，在太空城赤道上的一个点，也就是人们目光聚焦的那个地方，突然出现了一个亮点儿。像是黑色的屋顶上出现一个小破口，透进了阳光一样。那是欧洲六号最先与二维空间平面接触的位置。亮点儿迅速地扩大，成为了一个椭圆形的发着光的平面儿，那就是二维空间平面。它发出的光芒被周围高大的建筑群切割成了许多条光柱，也照亮了中轴线上漂浮的人海。这时，太空城像是一艘底部破了口子的巨轮，在二维平面海洋向下沉去。二维平面像船舱内部的水面迅速上升，与平面接触的一切都在转瞬之间就二维化了。建筑群被上升着的二维平面齐刷刷地切割，它们的二维形体在平面上扩展了开来。由于城内的平面只是二维化后的太空城的很小一部分，二维化的建筑大部分都扩展到了太空城的范围之外。在升起和扩大中的二维平面上，斑斓的色彩和复杂的结构闪电般的向各个方向奔流飞散，仿佛二维平面是一面透镜，正管窥着从下方飞奔而过的色彩斑斓的巨兽。由于太空城中仍有空气，这时可以听到三维世界跌入二维时的声音，那是一种清脆尖锐的碎裂声，仿佛建筑群和太空城的本体都是玲珑剔透的玻璃制品。一个巨型的黏滚正在压过这个玻璃城，随着二维平面的上升，中轴线上的人海开始向与平面相反的方向扩散，就像是一道被无形的手缓缓提起的帷幔。这样的情景让程心想起了他曾见过的由几百万只鸟组成的鸟群的图像。
那巨大的鸟群像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在黄昏的天空中变换着形状。很快的，太空城的三分之一被二维平面吞没了，平面疯狂地闪烁着，不可阻挡地上升，逼近中轴线。这时，已经开始有人跌入二维平面，他们或是因为宇宙服上的推进器故障而落在了后面，或是放弃了逃跑。这些人就像是落在水上的一滴滴彩色的墨水，瞬间便在平面上扩展了开来，展现出形态各异的二维人体。在飞船 AI 拉出的一个放大画面上可以看到，有一对情侣拥抱着跌入了平面。二维化后的那两个人体在平面上并行排列着，仍能看出拥抱的样子，但姿态很奇怪，像是一个不懂透视原理的孩童笨拙地画出来。还有一位母亲高举着自己还是婴儿的孩子，也跌入了二维平面。那个小孩子也只比母亲在三维世界里多活了0.1秒。母子俩的形体也生动地印在了那幅巨画上。随着平面的上升，落在上面的人鱼渐渐密集了起来，被定格的二维人体成群地涌现在平面上，然后大部分都移出了太空城的边界。当二维平面接近中轴线时，人海已经大部分降落到了对面的城市中。此时太空城的一半已经消失在了二维空间中。二维平面的可见面积达到最大，人们抬头时已经看不到昔日对面的城市了，只能见到一片迷乱的二维天空，正朝着欧洲六号仍处在三维世界的残余部分压下来。现在从北极的主要出口逃离已经不可能，人群聚集在赤道附近，这里有三个紧急出口，失重中的人群在出口附近拥挤成了一座高高的人山。
二维平面通过了中轴线，吞没了空中的那三颗聚变太阳。但在二维化过程发出的光芒中，剩下的世界变得更亮了。一阵低沉的呼啸声响起，这是太空城中的空气泄入太空时发出的声音。这时，赤道上的三个紧急出口已经全部敞开，每个出口都有一整个足球场大小，直接通向仍是三维的太空。星环号飞船的 AI 把另一个信息窗口推到了最前面，这是从外部太空中拍摄到的欧洲六号的画面。已经二维化的太空城沿着一个无形的平面广阔地铺展了开来。太空城仍处于三维的部分，在中央显得很小，而且正在迅速地向平面沉下去，像是一头巨鲸的脊背。在三维部分的太空城上，有三团黑烟一样的东西在扩散，那是被泄漏的空气形成的狂风吹出来的人群。二维海洋中的这座三维孤岛不断地下沉和消融着，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欧洲六号太空城就被完全二维化了。中国史诗科幻三体正在播出，刘慈欣原著，清雪制播。画面上显示了二维太空城的全景，难以估计它的面积，肯定十分广阔，但这已经是一座死城，甚至可以说是城市的一张1:1的图纸。在这张超级图纸上，反映了城市的所有细节，小到每一颗螺丝钉，每一根纤维，每一只螨虫，甚至每一个细菌，都被精确地描画了下来。所以，这张图纸的精确度是原子级别的。原来的三维世界中的每一个原子都以铁的规则被投射到了二维空间平面上的相应位置，
描绘这张图纸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没有重叠，没有任何被遮挡的部分，所有细节都在平面上排列出来，显露无遗。在这里，复杂代替了宏伟。读懂这张图纸并不容易，能够看出城市的总体布局，也能够认出一些宏观结构，比如二维的树形建筑仍然呈现出树形结构。不过二维化后的建筑结构变形很大，仅凭想象力要想从其二维图形推测出原来的三维形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毫无疑问，以正确的数学模型为基础的图像处理软件应该能够做到。在画面上还可以看到远处的那另外两座被二维化了的太空城，它们已经不再发光了。这些二维城市像是漂浮在漆黑太空中的没有厚度的大陆，在无形的二维平面上遥遥相望。但可能是在一艘无人太空艇上的拍摄这一切场景的摄像机也在向二维平面跌落，所以很快的，二维的欧洲六号占据了整个画面。那些从紧急出口逃离了欧洲六号的上百万人，此时也随着向二维跌落的三维太空坠向平面，就像在无形瀑布中的蚁群一样。磅礴的人鱼洒落在平面上，使二维城市中的人形迅速密集了起来。二维化的人体有很大的面积，但与广阔的二维建筑相比则十分的微小，像是这张巨画中无数刚能看出人形的小符号。画面中的三维太空里新出现了许多更大的物体，那是更早的时候飞离欧洲六号的小型飞船和太空艇，他们的聚变发动机都开到了最大功率，但仍在跌向二维的三维空间中向着平面无助地坠落。有那么一瞬间，诚心感觉飞船和太空艇喷出的长长的蓝色烈焰能够烧穿那没有厚度的平面，但等离子体射流只是首先被二维化了。在那些区域，二维建筑物被二维火焰
烧得扁形扭曲。紧接着，飞船和太空艇纷纷成为了巨画的一部分。按照不重叠的规则，二维城市整体扩大，看上去就像是在平面上激起的水波扩散了开来。摄像机继续向平面坠落着，诚心紧盯着越来越近的二维城市，想在城中找出活动的迹象。但是没有，除了刚才在火焰中的变形以外，二维城市中的一切都处于静止状态。那些二维人体同样都一动不动，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这是一个死的世界，一张死的画儿。镜头继续向平面接近，坠向一个二维人体。那个四肢张开的人体很快就充满了画面，紧接着闪现出了复杂的血管经络、肌肉纤维。也许是幻觉，诚心似乎看到那二维化了的血管中还有红色的二维血液在流动，但仅仅是一瞬间，图像就消失了。诚心和 AA 开始第二趟文物的搬运，他们现在都感觉这么做可能意义并不大，因为看到二维城市后，他们知道二维化的过程能够保留三维世界的大部分信息，即便有信息丢失也是在原子级别上的。由于不重叠的映射规则，二维化之后，冥王星的底层不会与博物馆中的文物混杂在一起，文物的信息应该能够保留下来。但是既然承担了这个最后的使命，他们也只能做下去。正如曹斌最后说的那样，现在有事情做，比单纯等待要好些。走出飞船，他们发现，两颗二维巨行星仍悬在太空中，但变暗了许多，这使得他们下方新出现的一长条光带显得十分醒目。那条光带
是由无数单独的小光斑连成的，连绵着横贯整个天空，像是太阳系的一条新的项链儿。那是小行星带吧？诚心问 AA。 应该是，下面该轮到火星了吧？火星现在在太阳的这一侧呢。诚心最后的这句话让两个人都沉默了下来，他们都不再去看二维化的小行星链，而是低下头来，默默地向黑色方杯走去。因为接下来就该轮到地球了。